跨季有機會打搭贏噶。頭先方家拍兩隻又唔掂，睇下實力飛區得唔得啦？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三班一千短途，十一大二啊！美麗之友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馬，咁啊見到中間實力飛區，出邊及時取勝中檔美麗之友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咧就海之圖中檔妖風得風，出邊旅遊多寶啊，後一層嘅馬啦，黃衫黃帽鑽石巨象，出邊威先生粉紅衫內欄尾四大英雄，咁啊雷神嗰只咧手到拿來去尾三啊，尾二紅福滿滿包咗落尾藍衫勁優秀，過六百前面帶頭一對內欄實力飛區及時取勝黐下佢，咁啊中檔輕鬆啲喎，美麗之友啊，內欄海之圖出。出边旅游多宝，后面第六位粉红衫内栏大英雄，黄衫黄帽钻石巨象，跟住后面先有妖风得风手到拿来嗰啲马入正直路，实力飞区占先，及时取胜橙眼罩。咁啊见到中间美丽之友追紧，埋边咧仲有海之图，出边上跟嚟有威先生旅游多宝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实力飞区走咧，再一个身位都好有机会到噶啦。中间红福满满追埋上嚟，中档仲有大英雄美丽之友手到拿来要影相啊！赢咧就肯定系实力飞区噶啦，第二名啊近啊，几只都粉红衫噶，红福满满、白鼻梁嗰只、红眼罩、粉红衫、大英雄、粉红罩十一号美丽之友，依家先上嚟，手到拿来，四只马影相。蒋嘉琪实力飞区一放到底啦，哇！究竟边只第二噶？真系要睇啊！又埋面數埋喎，好似紅福滿滿到喎。哇！第三都好近啊，美麗之友定係嗰只大英雄咧？哇！金咯，如果紅福滿滿爆上嚟，哇！今日奇普敦都幾隻喎，精氣神、狀元，再整只紅福滿滿添啊！真係估佢唔到啊呢啲。你四十幾倍買，一千喎、啊。如果五十九十幾倍 Q 啊，仲未影到二三四名啊，真係好接近，好接近啊！贏嘅就係呢一隻實力飛區蔣嘉琪跨季孖寶，以為好多快馬走啦，結果都係冇嘅。影到啦，五号、十号、四号大英雄第三啊，十一号嘅美丽之友只能够跑过第四嘅啫。五号、十号、四号同埋十一号嘅，佢系手到拿来最后第五嘅会员，佢好近好近嘅都。好啦，呢边相就影紧头马相，虽然临尾就唔系佢大热门嘅，佢系次热门嚟嘅吓，咁但系都系得三十几蚊嘅啫。第二啊，真系难计啦，难估啦，红福满满啊！苏宝罗季内第二场头马嘅啫，临尾美丽之友大热门嘅，系啊。谂住都可以顶到条 Q 啊，结果屁都冇啊！屁都未嚟之后，争咁远啊嘛！好啦，呢个时候睇睇呢个预计派赛咧，跑第一名就系五号嘅实力飞区，独赢派三十三个半，位置十四个半；跑第二名系十号嘅红福满满，位置派八十九蚊；跑第三名就四号嘅大英雄啊，位置派五十三个半，连赢位五搭十派九百四十五个半；三红彩五号、十号、四号顺序派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二蚊；单贴四五十派五千六百五十二蚊；位置 Q 五搭十二百五十五个半；四搭五一百六十一蚊；四搭十一千零一十一蚊。睇你幅相啊，第二名啊，入面嘅红福满满啊！睇你幅相啊，第二名啊，入面嘅红福满满啊！犀利啊，呢度咁样压咗上嚟啊！嗯，第三都好近嘅，睇下大英雄真系啱啱好捉线先啊！喺呢一个美丽之友之前，好少好少就赢。系，哇！道理来，中意呢只马真系有啲道理嘅喎、啊组合独赢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最后系 A 一嘅格爷，热门派十六个半。
跟住可以睇到啲四連環啊，四重彩嘅派彩啦。冇錯啦，都應該好好分，因為有兩隻好懶嘅嘛，入咗嚟二三啊。嗯。四連環就唔敢講，係啦，四五十十一，因為唔使排次序啊嘛，都係3019元嘅啫。但係四重彩咧，嗰兩隻走咗二三位咧，就爭得遠啦。五號、十號、四號、十一號，四重彩嘅順序派77,970元。即刻睇下個巡邏影片啦，睇下點樣爆發啦。以為好多馬放，睇下其他人先。冇錯啦。海之徒都有打嘅，都唔夠快啦，結果。咁但係你睇開邊田泰安推兩步，跟住哨啦。係，所以就沿途三搭望空咯。打乜鬼嘢圈啫？快啲實力飛區啊！同埋嗰只咧就係及時取勝啦嚇。田泰安嗰只出邊咧旅遊多寶。你根本一定肯定係嗰啲位嘅啦，根本都。係咯，又唔夠決心就係咯。其實你哋知個位都好靚啊，翻嚟真係 Q 都冇啊。係咪均速咗啲咧？咁啊，俾翻告東嚟諗啦，睇下佢點部署啦。入邊啊，大英雄啦，都好靚啊個位，跟住佢就紅福滿滿啦。大英雄其實起步尾二噶，到你來搶呢個位搶得好啊。嗯。嚟呢度拉屎都以為仲係只美麗之友啊，同只實力飛區可以包 Q 噶，哇！點知埋邊一對粉紅衫嗰啲係咁鏟上嚟。係咯。出邊女神就過曬噶喎，係咯。係咯，手到拿來。好啦，咁啊福榜完畢噶啦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五搭十派255.5元，四搭五派161元，四搭十派1,011元。組合獨贏勝出組合啊，三揀一就係 A 一嘅隔夜熱門啦，派呢個16.5元。四連環四號、五號、十號、十一號派3,019元。四重彩五號、十號、四號、十一號啊，順序派77,970元嘅。孖寶頭關四尾關五啊，正獎派190元，頭關四尾關十嘅安慰獎派392元。孖 T 啊，頭關四六十一，尾關四五十啊，中正派1,167,808元啊。分段時間12.65秒，21.45秒，每段23.46秒，總時間就57.56秒，就慢過標準時間4.4秒。